飞驰皇，一定要点火烤德州丁骨牛排。太扯了啦，怎么那么大？玉竹人参鸡锅，配笋半仙鸡，刷嘴，刷嘴，这真的会停不下来耶！东西最有名的石头烧饼，它就是一个打破传统的一种口味。旅行团，周六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。